我平身呢就最怕有几样嘢。第一，我最怕去非法保非法。望住个大镜又唔可以戴上个眼镜蒙查查咁样成个钟头。最惨呢就俾个人将个头教咗俾佢教飞，冇来冇去啊，教阵时呢仲要做好多嘅剪刀啊咁。我记得呢细个即係我諗细个但係已经有鬚个时间呢就更加弊添。教阵时呢嗰啲即係嗰啲舊嘅非法譜呢就攞住個剃刀咁喺個皮嗰度磨下磨下，跟住喺你面刮下刮下，嘩你乜嘢呢刮錯咗嘅時候呢嗰陣時呢就不堪設想。我最怕去非法嘅。打結咗婚之後呢太太就拯救咗我啦。因為點解呢佢特生呢去 YWCA 學剪法，從此之後呢我唔需要再去去非法譜非法，因為呢我信得我太太，就算去揸把教剪剪刀呢都有安全感。第二个我怕呢就怕去飲。特别呢去到一围呢个个都唔識就返你一支公喺度外外嘅飲，你有冇试过呢啲嘅经验啊，真係唔係几好受㗎、啊、人哋人家呢就有讲有笑。你呢、啊、就唔知啦食好就一路喺度食，就又想呢自己呢係瘦下身又唔想食咁多。咁呢你又唔知同隔篱讲啲乜嘢，又人哋又觉得有傾有講，你自己一個都唔識，真係諗返起嗰陣時好似真係呆佬拜壽咁樣，即係個餐飯呢真係難食到極。結咗婚之後呢又唔同咗啦，太太又拯救咗我，因為呢人請親我都係合夫統整，再加上生咗兩個小朋友啦，飲宴嘅時候呢自己一家人喺屋企呢有自己一家人喺度呢即係啦有傾有講啊，所以呢又係唔使怕。所以聖經話兩個人總比一個人好。第三怕呢就連結婚都搞唔掂啦。我怕咩？我怕坐电梯坐 lift， 尤其是嗰啲电梯呢係好挤迫嘅时候呢个情形就更加尴尬。喺电梯里面呢人同人嘅距离呢係几寸嘅。几乎呢吓、啊、你面里面几多暗疮我都睇得清清楚楚嘅。吓、啊、面对面但几次又好似好陌生。大家唔敢直视啊，你知啦啊，你眼望住你嘅眼系一件好威胁性嘅事啊，所以又唔敢直视，又唔敢开声，又唔敢笑，又唔敢打招呼，又唔敢握手，大家好似个个呆呆咁样企喺度，个个望住上面，虽然同一肤色、同一口气，甚至同屋共主，但系咧都发觉系几咁陌生嘅。偶尔之间你听嘅人话咧，唔该唔该，跟住有人话对唔住对唔住啊。但是呢碰碰撞撞难所在所难免，似乎个个人都是望住个 lift 上面，着完一眼灯就着另外一盏灯，好似个眼灯话俾你听不得倾偈，不得打招呼，不得触摸，不得眼望望，不得有例外。呢种情景呢就最惨。我唔知你中唔中意坐电梯、啊、好彩呢时间就好快就过咗啦。但我想想电梯这一幕呢是今日世界的缩影来。大家都好像很疏离，是这么陌生又这么冷酷。我想我们都需要接受一个现实的世界。卡谋呢讲过一个故事。有一次有个人呢就死了，就落了地狱了。那落地狱呢死之前受苦受很多痛苦，有化疗有电疗有什么疗什么疗疗下都已经回到去了。咁啊啊一醒返嘅时候呢就发觉自己瞓咗一张台一张房一个房嗰度一个梳化鱼咁好舒服。咁佢问自己呢个系地獄，冇理由地獄嚟喎，地獄咁舒服一间房唔系地獄嘅。諗返近时睇牙医呢即系未入去剥牙之前呢坐嗰张即系嗰个所谓候诊室呢咁都系咁舒服的。可能呢隔离就刀山又镬啦，理得你咁多。还掂呢啊、死的时候咁痛苦，而家叹返下先。咁於是呢就叹喺个梳化椅度等下。等下一日冇人，一个礼拜冇人，一个月冇人，几个月冇人，一年冇人。嘩佢几咁恨见下个人，佢几咁恨下见下隔离个刀山油锅，望下啲其他嘢都好过自己一个人。佢突然间醒悟到原来呢个就系地獄嚟㗎。地獄呢个字啊，喺希伯来文 ,shil 呢个字系咩意思啊，系完全嘅隔绝啊。所以呢我有好多时候呢同人哋讲福音啊，
佢话：诶、哎，你唔好同我讲福音牧师啊！我呢个老友记冚烂咧，都系唔信耶稣啊！我落地狱，我可以开翻台麻将啊！上天堂都连麻将都开唔成咁啊！我自己唔信啊！咁我讲呢个故仔俾你听，咁你仲想唔想落地狱啊？系、哎、咁，我唔想啦，唔想了。你以为你开得成个台麻将啊？你错啊！地狱嘅意思系咩啊？完全嘅隔绝。事实上唔系净系需要去到地狱，我哋先至经历。喺今日嘅香港嘅地方里边，我哋发觉都有好多好多孤寂嘅人，有好多疏离嘅感觉。我哋都系喺电梯嘅一幕，喺我哋生命里边时常发生。我记得咧，啊香港人都好有趣嘅吓，真系。咁有一次咧，我啊啱啱喺美国翻嚟咧，就探屋企人。咁啊，去金钟啊约咗人。咁呢就等的士喎，仲落雨喎，咁我戴咗遮呀，咁我见到前面一个中年嘅男人呢，佢就穿晒西装嘅，咁我嘩咁俾雨揼佢，攞公事包挡住我，咁我就嘿、哎、我遮埋你呀，咁佢望一望我，由头望落去，咁然后就话你喺边度嚟㗎，似乎好唔惯啦。我记得好耐之前呢仲係有渡海轮嘅。嗰陣時冇呢一個嘅隧道車嘅，咁過架車呢就喺佐敦道呢就係、是、等車呢就過海嘅。我就喺渡船街住嘅，文景樓我仲記得。咁呢就見到有架車呢就排隊啦，就入去嗰啲船道啦。咁點不知死咗火喎架車喎，你後面好多車跟住㗎嘛，咁個司機真係唔知點啦。咁於是我見到咁嘅情形嘅時候呢，我話唔怕，我同你推咗架車去，咁我後面推架車喎。咁佢又咁一声就推一推就踏住咗个车啦。咁我以为佢就咁走㗎啦，唔係喎。个司机走落嚟就喺银包里面攞咗100蚊，又话够唔够啊。咁我都吓咗一跳，话我帮你推车唔系为咗个100蚊㗎，唔系为咗钱㗎。但可能喺呢个社会里面可能系咁㗎。唔能够接受是有啲嘅任何嘅关系。呢、這个现实世界就俾你一句名言话，保持距离好啲，保持距离好啲。人同人唔好咁亲近，人同人亲近嘅时候就好似啲箭猪咁，你就刺我，我就刺你。我就好鍾意喺教会呢玩一个游戏，喺今日呢个情况玩唔到啦，我叫残忍游戏。好好玩嘅，啲人好笑嘅。這個殘忍遊戲呢，我就叫所有的弟兄姊妹呢，就用一分鐘用三分鐘的時候考慮一個好嚴重的問題，就在你中間找三個老友記，成一個三人老友小組，是老友先好，老友真的能夠呢借個膊頭給你喊喊這些老友，於是呢他們就很開心找老友了，有些找不到的呢就包出局了，然後呢我就說現在我再給兩分鐘你做人生裡面最重要的抉擇，踢一個沒有那麼老友的出來，唔可以用暴力，唔可以用猜情尋，我踢一個出嚟，嘩佢哋玩到好開心，個個出出晒嚟。有一次我喺個教會裏面玩，咁個個你知啦，你玩睇啲遊戲好開心㗎嘛，唔使聽牧師唔長氣講咁多嘢。咁於是呢就話，咁我就訪問嗰啲被踢出嚟嗰啲。咁有一次呢我就訪問一個，佢一早年俾人踢出嚟，因為冇路嘅記，我就問佢，喂你有咩感受啊，個女仔突然間喊。嘩個個都在笑緊喎，佢突然間喺度喊喊得好犀利，個個真係靜晒問你咩事呀，喂呢個都唔係遊戲嚟嘅，我個個禮拜八堂都係玩嘅，我每個星期返到嚟禮拜堂就係玩呢個殘忍遊戲嘅，我唔識人，孤單單嚟到呢個教會，其他嘅人三個老友三個老友仔埋一齊嘻嘻哈哈喺度笑，我冇人理嘅，孤孤單單嘅嚟，孤孤單單的走，這個不是遊戲來的，殘忍就殘忍，不過不是遊戲，是我個個禮拜在教會裡面都玩這個遊戲，會不會今天在我們窩福堂都有很多好像這位姊妹一樣，是每個禮拜玩這個殘忍遊戲，我們來到教會都好像很陌生，隔離高是怎樣我不知道，可能有好多人孭住好多重担嚟到个教会，人都孭住好多个重担离开。教会系咪咁样？Chuck Swindoll 系美国播道会嘅一个牧师，有一次讲个例子，一个典型嘅家庭去礼拜堂崇拜完咗之后，一齐揸车翻屋企，相见就无杂言，一完咗礼拜堂就
个个都系讲下崇拜嗰种嘅情况。爸爸就首先发言，埋怨个牧师长气，阻碍佢翻屋企睇打波。啊，个牧师讲又长又臭又闷，冇心机。讲嗰下嘅时候，个妈妈就加入战围啦，就觉得个司琴咧个琴声太大，太吵耳，掩盖晒诗歌班个诗。家姐系读音乐嘅，于是就加入战圈啦。佢就喺大学读音乐嘅，就话咧所有嘅诗班咧全部系 off key 换拍嘅，啊就婆婆不甘寂寞，于是咧就大声就话都唔知道牧师讲乜嘢嘅，咁细声后边讲听地都听唔见嘅，啊于是个耳仔唔好嘢听唔到，于是咧大家讲得兴高采烈啊，咁啊于是轮到个细仔讲，个细仔就赠佢一句，你想点啊？奉献一蚊咋？你出钱一蚊就梗系有咁样嘅收场噶啦，吓、啊！我谂有好多人都可能系咁样啦，吓、啊！你想值回票价，咁咪去第二间咯，吓、啊、吓、啊！不妨去阿恩福啦，吓、啊、排下队咁啊！但系我谂我哋好多时候都嚟教会系有一种咁样嘅睇 show 啫嘛，睇表演啫嘛，讲得好咪俾多两块钱啦，俾得唔好咁咪去第二间啦。啊、其实想想都几抵的喎，两蚊就好过睇张国荣冇得睇㗎嚟㗎。喺我谂我哋好多时候都会系咁样，呢个系咪教会呢？教会系咩意思呢？教会唔系俱乐部啊，教会唔系机构啊，教会唔系建筑物啊，教会系上帝嘅子民啊，重点系人啊，教会系人啊。教会不是一件物件，教会不是一个组织，教会不是一个机构，教会甚至不是牧师，教会是你和我每一个人。希利文教会这个字叫 Ecclesia， Ecclesia 是由两个字组成，一个 Ec 即是出来 out of， 第二个是 Ecclesia， Ecclesia 是 call， 是叫你，是叫你出来，是哪个叫？是上帝叫。为什么你和我会聚集在这里？是上帝叫你来到这个地方，我们一同去敬拜他，一同去侍奉他。所以这个字有多时候叫 assembly， 即是 gather together， 即是说上帝是呼召我们在不同的地方里面来到这个地方，是成为了上帝的子民。所以这个字希利文有另外一个字译到是 synagogi。synagogi 的意思就 是 bring together。Gather together， 是神呼召我们在一起成为一个团契。从圣经的角度看，有两种不同的角度看教会。第一个是普世的教会，普世的教会是超越时空的，超越地域的，大家将来一起去到上天堂，上天堂里面是成为一个最大的教会。第二个是地方性的教会，上帝呼召你，唔同喺呢个浸信会有呢个宣道会，一个播道会有窝福恩福乜嘢唔同嘅教会。使徒行传里面，头先我哋所读嘅圣经就系呢一个地方嘅教会。今日我哋窝福堂就系地方嘅教会。我哋喺个教会里面系有执事、有名册、有弟兄姊妹，但教会最重要嘅地方都唔系呢啲嘅制度，而系人，系人。我哋系被上帝呼召嚟。是一起去完成上帝的使命。或者我们看一看早期的教会是一个什么的模式。首先我们读一段圣经《使徒行传》第二章42至47节。或者我们再来读一读这一段的圣经，来看一看早期教会的模式是一个什么的模式。我们再来读一读《使徒行传》第二章42至47节。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抹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也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买了田产家业，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殿里，且在家中抹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在早期教会里面，最多我们看到有四个特色，最多我们看到有一个四个目标，四个好重要好重要的啊教会的特色。首先我们看一看，在42节里用个都字，43节众人，44节信的人都在一处，45节各人，所有这个字在希利文都是用那个 pan 字啊 ,pan 字英文有个 pan,pan,m, 即是 pan 字，是由希利文叫 pan 字来的 ,pan 字是所有的 all 的全部分的。个意思系话俾我哋听啊，
教会呢是所有人一起去的，一个也不能少。教会不是只是得有几个日本首相左藤右藤，而不是只得几个意大利总理范范蠡。教会不是田鸡过河各有各眼的，教会是什么？全部分的，所有人的，是众人的，不是一两个人，不是只是牧师，不是长老，不是执事，是所有人去参与。教会里面是没有观众的，教会里面是没有旁观者的，教会里面是整个的肢体，所有人就好像一个足球队里面每个人都需要去做的，每个人都需要扮演某一个角色，每个人都需要负上某种的责任，就好像一个落队一样，他每个人都需要做一些事。教会里面是没有一些的所谓旁观者，没有所谓访客的，教会所有人去参与。参与什么？我们看看第一样东西，是教导领袖恒切遵守上帝的话。刚才我们读那段圣经里面很明显告诉你，教会的特色不是十字架，教会的特色不是十字架，教会的特色不是有牧师，教会的特色不是有叫做播道会，教会的特色那是上帝的话语，而且是不住的教导遵守恒切遵守上帝的话语。换句来说，那个教会纵然之间有晒这些的有晒啲教会所有嘅外面嘅硬件，而你唔系宣讲上帝嘅话语嘅时候，嗰、那个唔系教会嚟嘅，嗰、那个系俱乐部嚟嘅。教会如果唔系遵行上帝嘅说话嘅时候，嗰、那个唔系教会嚟嘅。教会如果弟兄姊妹、牧师、传道人唔系系根据圣经嘅说话去做，嗰、那个唔系教会嘅。好可惜，好多教会。我们只是求 political correct， 不是求 biblical correct， 我们不是看重教导，不看重上帝的话语。马丁路德开始反对天主教的时候，他强调一样东西，就是什么 scripture alone， 最重要一样东西就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是整个教会的中心。今天我们所讲的不是我的说话，是神的话语。今天我们所定的目的是上帝的说话，今日我哋行事为人系上帝嘅说话，唔单止系教导，而且系要领受行切遵守嘅，唔系听咗就算数嘅。啊，呢个人讲嘢几好听，咁就算数？唔系啊，上帝叫我哋咁做，我哋就去咁做啊。圣经叫我哋唔好停止聚会，我哋又唔停止聚会。圣经叫我哋爱我哋嘅太太，如好似基督爱教会嘅时候，我哋就去爱我哋太太啦。圣经教导我哋嘅时候，我哋要孝敬父母，我哋就孝敬父母啦。啊，圣经叫我哋唔可以奸人，我哋就唔可以揾二奶，唔可以搞其他嘢啦。好简单一样嘢，听到上帝嘅说话，我哋就跟住去做。呢、这个就叫做教会啦。教会唔系讲天花龙凤，教会唔系讲啲咩天文地理，教会系讲上帝嘅说话。呢、这个系第一个特色。第二个特色，教会唔单止系有神嘅说话做中心。第四十二节，更加系彼此交接。希腊文一个好有趣嘅字，叫做 koinonia。咩叫 koinonia？ 英文叫 fellowship。fellowship 系 fellows in a ship 啊。fellowship 系分担、分享、同舟共济、生命嘅交往、分享。就好似我哋每次我哋喺呢一个嘅圣餐嘅时候咧，我哋就会唱个首诗，同当忧患、同喜乐、同忧伤、共洒同情嘅眼泪。头先我哋读嗰段圣经，你睇呢班弟兄姊点啊？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共用，并且买了田产家业，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啊，呢度唔系叫我哋咧吓实行共产主义，全部咧将啲财产买晒出嚟，分晒，唔系啊。因为当时个教会系遇到饥荒，有好多人系饿死，有多人冇得食，于是有好多咧就摆出佢自己嘅钱财嚟互相去分担，互相分享。这个是一个分享，是彼此照顾。我在今日未必有这个饥荒，但是有很多属灵的饥荒。我在我们今日在这个窝福堂的教会里面，我们有没有这个团契的生活？在窝福堂里面，我们有没有真的能够彼此关顾呢？就抑或我只是来聚会，听到就走。
第三，或者未睇第三个之前呢，我都想提一提。你知唔知教会最吸引嘅地方系咩呢？教会最吸引嘅地方唔系牧师讲到。教会最吸引嘅地方就系呢一个彼此交战，一个支援嘅体系。我喺三藩市牧会嘅时候，住得我哋冇几远，有一个嘅70岁到嘅一个嘅阿母，佢喺美国土生，系一个土生嘅华侨嚟，台山人嚟。佢有一次嘅亲戚咧系自杀死咗，佢就好困扰，冇几耐佢患上咗抑郁病。佢个仔系一个医生嚟，佢叫佢睇医生，佢死唔肯去睇，话自己冇事。去到一个程度，就谂住个孙仲有三个礼拜就结婚，佢谂住个孙结婚完之后咧，佢就自杀死，佢就偷偷买咗支枪，挤咗佢自己嘅柜桶，就谂住咧系个孙一结完婚之后咧，佢就走。咁咧，佢就有一日咧就经过我哋教会门口，咁我哋有啲成人团契嗰啲即是退休人士的团契，唱很多啲粤曲下嗰啲。咁佢就突然间听到，就喺门口度睇一睇。咦，我日日都经过呢个教会门口，都从未曾入过去。话喺我死之前，我入去睇一睇先。咁于是佢走入去睇。咁当时呢，我哋就团契里面都有成70-80人喺度聚会，咁佢就嚟我哋招待佢。啱啱呢就真係有咁啱，我都唔上帝真係好奇妙。嗰日呢我就讲以利亞列王記上19章讲 depression, 即係抑鬱。咁我一路讲呢，我就发觉一路喺度喊。咁完咗之后我就搵佢傾偈。佢就将佢嘅情形话俾我听。嘩，搞唔掂，佢三个礼拜自杀死，喇喇声打电话俾佢俾佢仔。然后我就同佢讲福音，将盼望交俾佢。咁佢好有趣，佢就信咗主，又肯去睇医生。跟住教会呢就成班人好似操兵咁样，轮流嘅去陪佢，轮流嘅去安慰佢，又请佢食饭。哇，佢突然间觉得原来咁温暖，人间有情。我日日经过啲门口，我都唔识入去喎。后来他信了耶稣，我每逢去探病，探一些抑郁病的人，我当然不埋去，因为他讲一句好过我讲一百句，因为他亲身的经历。结果我们教会里面就多了很多忧郁病的人来了我们教会。什么教会那种的温暖，那种的团契，那种的彼此交流，你有没有想过？你以为我们来到窝福堂只是玩那个礼拜就是玩这个残忍游戏的，冇乜机会大家系彼此分担。第三，教会系有圣礼。头先我哋读嗰段圣经里面话，佢哋天天喺家里面擘饼。圣礼系包括洗礼同埋圣餐。圣餐洗礼系一个约嘅记号。我哋喺上帝面前立约系好严肃嘅。喺上帝面前立约跟随主耶稣。有人就话俾我听，我唔使去礼拜堂啦，我参加查经班得啦，我只系参加团契得啦，有好多年轻人话我只系主日学得啦，错啊！教会里面系其中一样嘢系有圣礼嘅，个圣礼系同上帝面前好严肃嘅立约噶，系守圣餐，同埋咧系需要去洗礼。最后，教会嘅特色系不住嘅祷告，佢哋话俾你听，圣经话俾你听。他们天天行切在殿里面祷告。哇，这个是我们教会里面最弱的一群。当我们看到这个教会里有这些目标，有这些特色的时候，圣经就告诉我们教会就开始增长了，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他们就开始同心了。但很奇怪一样东西，这两样东西是永远不会隔绝的。个教会几时是同心的时候呢，个教会几时就兴旺了。教会几时是分裂的时候呢，四分裂教会就开始嘟嘟嘟嘟。话如果我们教会只是挂住呢，我写了一间教会20多人就纷争到四分五裂。为什么呢？
有一個就話掛耶穌嘅像喺度，一個唔用話掛耶穌像。於是個跛咧就話我掛耶穌像，佢哋就另外一間教會，嗰個另外一間教會，教會增長就成呢啲咁嘅分裂。教會裏面如果唔係同心合意興旺福音，個教會唔會增長。早期嘅教會係同心嘅，教會就增長，唔單止同心，佢哋係讚美神嘅，滿有喜樂嘅，開心嘅。今日我哋嚟到教会嘅崇拜里面呢，係咪好似去安息礼拜咁呢？好多时候教会人你会觉得啊，即係嗰啲唔知点解基督徒成日苦口苦面嘅，即係呢以为呢苦口苦面呢嗰啲呢就叫熟灵嘅。去真崇拜呢就唱嗰啲又闷啊，又啊拖下，即係十足去嗰个安息礼拜丧礼咁样，次次去啲丧礼咁。唔係嘅，教会里面应该欢乐嘅，喜乐嘅，开心嘅。因为我哋赞美神。教会里面仲得人的喜爱，教会里面在社区里面是得人的喜爱。教会很重要一样东西，我们在周围当中是不是得民的喜爱呢？人家一见到基督教，哎呀，那间教会很好的，那些弟兄姊妹就一哎呀，那间教会真的离晒谱，是不是呢？不如落一层，这样还死了。欲穷千里目啊，更上一层楼。教会是一个增长的教会。怎样可以令到教会增长？个条件是什么呢？投身。我们看一下第二段圣经，希伯来书第十章，或者我们一起读一读第二十四节至二十五节。我们一起读读二十五节至二十四节二十五节。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都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更当如是。教会不是一个组织，教会不是一个机构，但教会是有组织，教会是有机构，但教会最重要的不是这个组织，是一个生命。一个生命怎么可以能够蓬勃呢？是要人投入的，每个弟兄姊妹投入。为什么我们要投身在教会呢？我不可以来窝福呢，即是访客咁得唔得呢？唔得。有三个原因圣经话俾你听。是神的吩咐。为什么我们要投身教会？这个是上帝的吩咐，是神的命令。希伯来斯第十章二十四节就话俾你听，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都要彼此劝勉，既知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是。圣经话俾你听，不可停止聚会啊！聚会呢个字咧，喺希腊文系一个好有趣嘅字，叫做 episynagogi。synagogi 呢个字咧，英文个 synagogue 就由呢个字啦，即系话大家聚埋一齐聚会嘅意思。但系希伯来书里边嘅作者加多个字就 episynagogi， 全本圣经只有一次出现过，就喺呢度出现呢个字。点解叫做 episynagogi 咧 ？epi 呢个字系咩意思呢？原来希腊文嘅 epi 呢个字咧，系加上去。即是另外 additional, add into, 即是个意思就话呢，有一个聚会而家加上另外一个聚会。原来我哋睇到明白到啊，嗰啲当时好多系犹太人嚟嘅，嗰啲犹太人就好多去会堂嘅。但佢信咗耶稣之后呢，佢哋唔去会堂，佢去教会啦。那个教会呢就系另外一个聚会 episynagogi。圣经话不可停止聚会。唔可以停止，好似停止惯了嘅人。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停止聚会？很简单的，圣经的吩咐。圣经从基督教一个很有趣的宗教来的，绝对不是各自修行，是要整个肢体彼此的关顾。那我们聚会做什么？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激发咩叫激发呢？原来呢个字呢喺希腊文系一个好有趣嘅字。呢个字呢 ,parasusmos 呢个字呢喺圣经里面出现过两次。第一次呢使徒行传。喺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呢就讲到保罗同巴拿巴嗌交。因为呢大家意见唔同，趴住台大拗一轮。英文亦到 sharp argument， 中文亦到呢大家争论，起了争论。争论呢个字呢就是 Parasusmos，
第二次出現呢就係呢度啦。激發愛心，一個激發，咁你奇怪啦。一個就嗌交，一個就愛心，究竟點解同一個字嚟嘅？原來呢個字呢係一個好有趣嘅字 ,parasusmos 呢。呢個字呢係咩意思呢？係激你。好似你俾人激到彈起呀，激到吹鬚碌眼呀，激到心臟病發呀，嗰啲叫激起。但激可以負面嘅激，亦都可以呢係正面嘅激。可以激到你嬲，亦都可以激到你唔愛唔得㗎。你有冇試過俾人哋激到你唔愛唔得啦？激到你唔笑唔得啦？我見過一個咁嘅例子。我攞返我哋窩福堂最早期開始窩福堂嘅一個牧師，係一個西人牧師，叫做加里逊牧師。廿幾歲喺美國嚟到香港，做係嚟到中國，佢最早期嘅時候喺廣州做傳道。一嚟都冇幾耐，中日戰爭爆發，廣州淪陷，俾日本人捉咗去集中營。太太係一個集中營，佢喺另外一個集中營。廿幾歲美國人嚟到中國，結果就俾日本仔捉咗，得咗集中營，好慘好慘。香港有個牧師，我哋播道會嘅老牧師，叫鄭德恩牧師，知道佢哋咁嘅情形，又知道家牧師最鍾意食雞嘅，佢就喺香港整咗啲雞湯，由香港行路上去廣州去俾家牧師食。嗰時打緊仗啊，日本仔時代，行路上廣州，帶住嗰啲雞湯去到一個西人嘅集中地去俾雞湯，分分鐘冇命。每逢家牧師講起呢句說話嘅時候，佢就講一句說話。我一諗起，一諗起鄭德恩牧師對我嘅愛心，任何人得罪我，我都可以原諒。呢啲叫做激發愛心。你有冇試過？你有冇試過係激發愛心？我試過啊！我寫求婚信俾我太太，我太太話答應啦。哇！嗰陣時覺得全世界嘢都可愛嘅，我仲記得啦。佢嗰陣時喺羅便神道住啊，我哋飛快咁走翻嚟屋企啊！啊！一翻到屋企打電話，哇！好開心啊！突然間有個朋友打電話嚟話要問我借錢，好得得得，隨時去。咁啊，即係都係幫佢。哇！真係激發愛心啊！真係，你有冇試過激發愛心啊？聖經就話俾你聽，喺教會裏面我哋要彼此激發啊，唔係激嬲啊，唔係激到心臟病，係激發你愛心啊。教會就係一個咁樣啊，彼此勸勉，彼此激勵，激發愛心，勸勉行善，唔係行惡啊。第一個原因係上帝嘅吩咐，第二個原因咩？教會係需要你。哥林多前書十一章就話俾你聽，教會係基督嘅身體，同一個身體嘅時候要彼此照顧，彼此配搭。是不是最后一个原因，你都有这样的需要。你不可以孤单单，你不能够独善其身。传道书怎样告诉你听，若是孤身跌倒，这人就有祸了。你有没有试过呢？自己一个人买餸，自己一个人煮饭，自己一个人吃饭，自己一个人洗碗，有没有人试过？冇人试过啊？你个个有菲佣嘅，梗系唔好受噶。情愿搵人嚟就一齐扎廿台脚都好啲嘢。你有冇试过自己嘅人去睇医生，自己嘅人煲药咧？好唔好受啊？唔好受。哇！喺屋企都有好多人喺度，但你仍然觉得好孤单啊？系咪？边个俾到你扶持？教会就应该是这个这样的肢体的生活。最后我们看怎样开始教会的投身教会。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二十五至二十七节告诉你，投身教会有三样东西我们不可不知。第一是自愿，不是被逼的，不是洗脑的。每个人去教会是自愿，是自己的决定。二十五节，十一章十二章二十五节，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只睇彼此相顾。中文呢度咧，而得免得啊，总要啊。英文咧系个 should 字，唔系个 must。咩意思啊？你同埋我有得拣嘅，唔系话你嚟窝福堂就一定要侍奉，你嚟窝福堂嘅时候你就一定要做，唔系就落地狱，唔系噶，系你自己嘅决定。英文有一个字叫 spontaneous，
每个嚟加入呢个教会都系自愿嘅。第二，你记住，你投身喺教会嘅时候，有机会可能会受伤。点解？二十六节话俾你听啊，由一个肢体受苦，整个身体受苦。你去投身喺教会嘅时候系要付代价嘅。当你投身喺教会嘅时候，你可能会系因为一个肢体受苦，你一样会受苦嘅。甚至你自己会受苦嘅，会被人误会，被人中伤。但系嗰个唔紧要。圣经话俾你听，一个肢体受苦，整个身体受苦。各种嘅苦系耶稣基督嘅苦，耶稣基督都为我哋受呢个苦啦。那个苦是有意义的受苦。最后投身在教会是要负责任。二十七节，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为身，各自为肢体。啊，中文叫做各自为肢体，好像各有各人，其实原文不是意思，彼此是要问责的， accountable。教会里面一样很重要的。教会里面可以给到我们一个问责。今日喺呢个社会里面，好多人我行我素，我私隐权，我唔需要你乜嘢嘢，我唔需要向任何人负责任。於是就有好多好多引诱、迷惑、跌倒出嚟。教会系一个能够彼此问责嘅地方。我作为牧师，我要向你问责嘅，唔系随便我自己鍾意做乜嘢做乜嘢。我要向天父问责，我要向太太问责，我要向弟兄姊妹问责，同样你都要同其他弟兄姊妹问责的。今日如果我们行差踏错，羞辱了主的名，你想一想，今日如果我跌倒，跌得好犀利，性啊、权啊、钱跌倒，哪个人最受伤？当然是我太太啦，我仔女，还有教会。因为个教会是一个肢体来。教会是一个能够彼此相顾、彼此问责。最危险的人是什么呢？是没有网管的人。没有问责。怎样可以去问责？你去团契啊。在团契的弟兄姊妹可以能够彼此的问责。在教会里面能够彼此的承担。你就会发觉到有好多人支持你。我想翻起临结束嘅时候，我讲一个例子。我就喺三藩市牧会嘅时候，有啲嘅年轻嘅牧师喺常常嚟揾我。我哋有一个嘅即系问责嘅小组咁样。有一次个年轻嘅牧师嚟同我讲，话我鍾意咗个女仔。我好啊，恭喜你啊，鍾意个女仔。佢跟住唔系牧师。这个女人是已经有丈夫。如果她不是讲给我们听，很可能她所有前途都尽毁。这个叫问责。在教会里面，如果是我们彼此为肢体的时候，就有这样的责任。世界上很多的引诱，很多的陷阱，怎样我们可以能够明哲保身？如果我们不是靠弟兄姊妹彼此的扶立，彼此的问责，不行啊。有次有个来了窝福没多久的朋友来找我，说牧师我想跟你聊聊天。我说好啊好啊，你来啊。一来到说牧师你可不可以教我怎样识朋友？因为你这么古怪的问题，怎样识朋友？那我不答他。为什么你问我这个问题？你不要问啦，即是总之我想识朋友，我没有识朋友。咁我去带我游花园，但都半个钟头，我都不知道来找我做什么。到半个钟头之后，你终于爆出来。他准备听日去打劫汇丰银行。已经储晒啲家伙在里面。不知道为什么他来过窝福一两次。咁有少少神嘅话语喺佢心里面吓，咁佢做世界之前咧，就走嚟揾下牧师先。我谂都系想想你即系有啲迷惑啦。咁我开头又唔敢讲，
半个钟头之后讲啊，一讲哇吓咗我一跳喎，真係哇真係啊，我问你你而家有冇家伙先，冇冇啊。咁然后我问佢你讲咗俾我听你仲去唔去啊，冇得去啦，都穿咗煲点去。教会是一个问责的地方，因为是一个肢体。弟兄姊妹，你觉不觉得这个是你的家，你觉不觉得这个是属于肢体的部分，就抑或你仍然每个星期玩着这个残忍游戏。最好的方法怎样去投入呢？你为教会祈祷。你来参加祈祷。你说我没时间，不要紧，没时间你自己个别祈祷。去到教会的需要祈祷。现在我们开始第五堂崇拜，我们更加需要更多的祷告勇士。现在我们会播一播的短片给大家，大家看完这个短片之后，你很愿意是去为这个第五堂崇拜祈祷的，就请你在回应之后写着代祷，这样就可以。不是个个要去第五堂崇拜，但你不去第五堂崇拜不等于个个不属于你的，个个都是属于我们整个大家庭的一部分。我更加需要很多弟兄姊妹觉得这个是神的事工，众人都投入，最单到我们在祷告里面可以投入。